送你啊，真的送你，我们拿出来当抽奖礼物，二十块，抽奖二十块，可以耶！欢迎来到中古车值多少？我是中古娃娃，这个欢迎来到中古娃娃值多少？它上面写什么？礼品售价1380元，这个20块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等客人来。嗯，对，然后他是跟我车换车。嗯，对，啊，我是先来收证件，然后顺便帮他把车子开回高雄。他是一台16年的 Fit VDIS， 然后他是有大包的，白色，跑60000。然后跟我换一台2016年的 U7， 对啊，因为空间的需求。等一下呢，看完车子，带你们到看完车子，我再跟你们说，客人他车换车是贴多少钱 ？OK， 这个是《鬼灭之刃》新款睡衣系列挂件，钥匙圈。这个是钥匙圈。他留言就送给你，在下面留言我们就抽给他。这有这几个啊，自己付运费。如果是外县市的话，如果是高雄的话，就你可以自己来拿。对，如果是外县市的话，我可以送过来，啊，你再请我吃个饭之类的，开玩笑的。那有兴趣的可以在底下留言，好，我们就用抽奖抽出去吧。不错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把这台 Fit 牵回去高雄。收到了，本来就收到了。不，本来就收到了。对，其实本田的车哦，好开，好酷，没毛病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是。生锈。对啊，就生锈。生锈是真的是一个重点。我之前有开一台蓝色的，但是我开的是 S 版。所以配备会比这些多。那其实 Fit 它给你的就是一个四驱代步。那如果说你要上高速，它的加速其实蛮快。Honda 的引擎，它是都是叫的 VTEC， 还有个 VTEC 就是到达一定时速之后，或者是转速的话，它的 VTEC 会打开，会有一个力道在推着你转。然后正常，其实正常16年这个 Fit 的收购价格。大约在，如果以 VDIS 的话，大约在30到35万。那因为它这台是跑了将近要60000，现在公里数是59963，回去就60000。对，
四年车跑6万，合理，算合理啦，年1万5，对吧？对啊，然后再来是因为他这一台其实他上班的关系啊，所以放的话车子都是放在树下，树下，对，然后他的后车厢啊，那个缝，可能我们回去要仔细的整理，都有鸟屎，不是有蚂蚁窝，有蚂蚁，真的假的？对。那他不至于跑到车内，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左前门啊，跟前面叶子板中间那个缝有密封，是啦，听我讲完，在这个部分，他那个缝啊，靠近脚这边这个部分，之前有被摩托车碰到，对，然后那个部分有一小段，它是有板修的，对，那相对的这个对车架的影响就会有更大，就稍微会有点价差了。那车上有吗？油会影响？你要看多么的严重。如果说你今天到非常严重的，红蚁那种算严重吗？哦，那搞不好连人家要帮你清都不想帮你清。我不会因为蚂蚁的品种影响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哦，对，他如果基本上在车内是没有蚂蚁窝的话，其实就还好，因为车外其实像灯壳啊，包括他们藏的地方就大概是灯壳，然后你像有的进口车，它的轮拱会有那个隔音的，对，它有的时候藏在那里面，对，那个其实很好处理，那个就拆下来，然后把蚂蚁窝清掉，然后再洗一下那个杀虫剂，放在太阳晒个几天，对对对，然后再来就是你刚刚提到的生锈，那引擎盖的那个边缘。你打开之后，它上面的那个边缘就是已经生锈了，对，而且是从里面锈出来，但是只有一小块，一小块，就还好，不会到非常严重，对。然后他跟我们换的是2016年的 U7， 然后我们那台是旗舰型的，然后再次他又是5加2的，然后我们的开价是官网售价是48万8。对，那我们最终谈成的是车换车贴12万。对，那这个其实可能有很多人觉得说，让你开本田回去换那自己的车子，那这个其实就是看个人的喜好了。对啊，我其实对那自己也是蛮不会到反感。对啊，因为毕竟它好的地方还是很多，像是真的是那台车的所有零件，对，可以这么说啦。但是其实纳智捷它其实它就只是耗油了一点，那其实在南部纳智捷车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气候的关系，因为北部其实蛮常潮湿，对啊，就在南部其实很热，对这种潮湿，对这种电子零件没有太大影响，只是说你可能有时候在南部啊，你要停好车，你要上车的时候就哦，好热，不想开车，反正最终的结果就是车换车贴12万，好，那他今天要抽奖。刚就不小心就花了100多块，就夹到了4样东西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夹，因为机子有点怪怪的。还有两个不能机。下面留言，我们会抽出一个幸运的，不要留一些太奇怪的东西，好吧？就留这个送脚踢最帅。我要抽奖，这是很奇怪的东西，是吗？怀疑啊。好了，你就留我说，我要抽奖品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对的。这样很简单吧？对啊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集车换车的影片就先到这边。好啦，那如果有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。那如果你想知道你车子的价格，建议直接叫我们官方代理，我们有时间就马上回复。好啦，我要去估下一台车了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